剩下三个人能守住吗？对，哇，这样完了，你们拖时间，时间给拖住。哇，一个剑想拖，直接狙击掉。那这样子四个人往前压，带着一个超级兵。个子还有一秒，吕布也倒。这时候个子来出来，联盟都跳不跳？跳了也来不及，主板开始被点，踩到四个人。夜叉干复活，来不来得及？强定，夜叉已经复活了，差一点，这边地方有办法反杀吗？拉了快点回来，可以。哇，黑手这边差一点点，荣耀护卫拉起 Genji，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复活甲残局处理，有办法打吗？哇哇哇，嘉文被反收掉，这里圣斐斯哇全部残局，拔刀斩，快看，再看一刀有没有机会？有砍掉，收到勇，收到勇，可以。马洛斯打出了他的身价，再砍一刀，再砍一刀，还留差一点点，哇，复活甲打出了。密斯这边要火喽，密斯这边差五秒，可是是一个海牛被缓一下，雷波正跳走，抱歉，我往回走打样。他杀你，没错，你死掉总不能守了吧？清掉一波兵，其实警我已经点到非常多下，这个时候直接开凯撒，能来抢吗？哇，被小鱼抢走了，完蛋，抢到了，在这个圈圈里面，小微微是有机会做输出的，伤害非常非常的高。这时候莫拉是不在旁边的，所以 HK 这边是打赢，但是莫拉带到高地塔，重点是要把人全部留下来。高地塔掉了，残局的处理 ，HK 这边留下了红豆。对，那这边雨霞已经静悄悄直接把高地给拆掉。是的。我们的位置选择先往中路整理一波兵线，一定这一个一条雷魔阵直达花岭的正中心哦。哇，这一波回家对于 Matty 来讲是一个好的开局，史考特这里也倒下了。去年的时候他们是杀最多的个人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是一直在打架的状态。怀中这边没粘到，是选择直接起飞往下半部来做集合，这边发动一波攻势。尾鱼来不及哦，这边猝不及防，这边高地塔是直接被推掉了。好，就算没有杀到你太多人头，可是这个选择开滚就是在走 SNG 最想要的剧本。我这边推回来，密斯走掉，那密斯掉直接死，太秀了吧，海牛！旁边偷推，偷推不说。哦，这个。我这是觉得往前出攻，其右的位置是直接倒下了。这边前方花里的位置被留住，冰冰的一个雷魔阵是宣告了石头，他没有办法离开。但是花里这个时候是选择往后哦。没有，你只是预言，真的有起黑了。你看这样延长，等一下 HQ 这粉丝，对什么？等一下追回4K， 怎样？这边又要开始欺负他了。各自表示，哇，有种站着打，哇，连雷魔阵都把你推掉。进塔喽！哇，从你架塔，要不要去二塔？要不要去二塔？走啊！哎，不要，我要一塔就好了。哇，从你架塔把你推到我架塔，这是什么角色啊？那时候是一直在打架的状态。怀中这边被粘到，是选择直接起飞往下半部来做集合，这边发动一波攻势。大概也很难打。最近这边是开的这条凯撒，也开了武力战神，给队友一个凯撒之力的加成。位置贸然前去挥了一刀，效果显著。一点一点摸嘛，一点一点摸，总是会有。雨中在扛。留到嘉文的位置，一波混战要爆发起来了吗？至于拉的血量血量，雨中在从后方是直接切入，这边复活战甲效果被触发。要谨慎一点，现在Neo还在那边，哦，在中路，对，再绕来绕去，再往上半部推送明显这边 HQ 的圆回包。这是一个正面迎击，血量掉出非常快，有第三段的冲冲，甚至没有打起来。但范达这边复活甲也掉了，举起来，哇，第三下伤害量非常的高，我倒下了。范达这边也陷落，这个回包没有打得非常漂亮。哇，这一口气倒下四名成员，哦，这结束了哦。这一场几乎就是宣告结束了。我两边拉扯到32分钟哎。最后是打出了一个 ACE， 利用超级士兵，这里32分43秒的时间，
联赛史上最长的一场，我们恭喜 JTeam 最后半小时过去了，2-1的成绩拿下 HQ， 稳住目前在职业联赛中第二名的宝座。又要偷猜喽！哇，这个时候是偷珠宝。没有，这边没有兵线哦，但是芬达跟嘉文两个人不断的往着对方珠宝。我好像要拆掉了。可是这个时间飞过来支援，这里硬拆，有办法吗？这拆的速度非常快，还差一点点，这是一个哇，这要拆一下。HQ 这里一个偷拆基地，麦克斯蹲的非常久，整场飞的最关键就是一个偷基地了。